细节可以按很重要，多少个人可以帮助我吧？所以我今天100个人，我能够要3个小时。我等一下哦，你把你的 team 哦分成3组。 今天是我们首次在小艺术举行国际科工日的庆祝活动，很高兴呢能够和大家在此共聚一堂，欢庆这个节日。的工作。